恩典365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参孙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他有20年的时间做以色列的士师，20年，很长的时间。在士师记里面讲到参孙，然后提到他之后，其实就不再有提到太多其他的士师。在这么多的士师当中，参孙恐怕真的是最亮眼的一颗星星。他力大无穷，他能够用一个骨头，一个动物的骨头，驴腮骨，能够把千人都给打败。千人呢，数都要数多久啊？但他可以一个人，真的是万夫莫敌，这么厉害的一个人。但是参孙后来走成那样，恐怕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中间有一个关键使得他没有办法走，一直走在上帝的祝福里，就是参孙一直是个单打独斗的人，他从来不在一个身体里，每一个士师都是带着以色列人去对抗，对抗外族，不管他的外族是谁，那些欺负他们的人，他就起来建立一个团队，然后带这个团队一起去打仗，然后反败为胜。只有参孙从来都不是带着一个团队，他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他自己。人家带一个团队都不一定能够把1000人给打败，他一个人就把1000人打败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从来都是单打独斗？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别人。为什么他不需要别人？我就够了，我就够了，我一个人抵过1000人啊，我就够了。你知道他的恩赐大到一个地步，使得他以为他不需要，他不需要在一个身体里，他不需要在一个团队里面，我就够了。但是在属灵里面不是这样，在属灵里面不是这样。神不要我们单打独斗，神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单兵，神要我们进入一个身体里面，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连结合一，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，然后在这个身体当中各尽其职。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，我们彼此需要。眼睛很重要，可是你需要鼻子，没有鼻子你就不能呼吸。鼻子很重要，你就需要嘴巴，没有嘴巴你不能吃东西，你会憋，你会饿死。每一个器官都非常重要，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非常非常重要。上帝没有让一个人做 one man show， 一个人就够了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不，即便在 电视上你看到那个 one man show， 一个人的这一个人的秀，就是他从头到尾他一个人表演，他精彩极了，他也不是一个人。那里面有人帮他化妆，有人帮他弄服装，有人帮他弄脚本，有人拍，有人做灯光，有人做布景，有人做导播，有人把他发射出去，有非常多看不见的人跟他一起成为一个团队。不要让自己单打独斗，参孙的单打独斗让他越走越孤单，没有人可以指出他的毛病，没有人可以 cover 他。不要单打独斗，要在身体里面享受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当中，彼此成全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神荣耀的工作。